好的，各位朋友，因为有朋友想要 tennis bracelet 这种叫 tennis bracelet， 所以我就播，所以大家有需要什么，我们就播什么，就是这样子最好了。对，好，这个钻石 4.13 卡拉，6.7 克，才2100，真的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你哪里都找不到这种价钱的，每一条都不一样的，每一条都不一样啊。OK。这个6.3克，4.04卡拉，4.004卡拉，反正我们这根据成本价，然后接上我们的佣金，都是，哦，这个只有8克，2325，4.56卡拉，4.56卡拉，这些都是比市场不止便宜，那个的，14K 4.06卡拉一。2025 OK， 我播完我就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一起比较，因为这种真的这种价钱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才1990，14.1克，哇，这个很重，这个是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了，这是肯定是老价钱。自己比较是最好的。 OK， 2250，4.25卡拉，那这些我们就一分钱都不减的，因为这些太便宜了，啊，太便宜了，啊，这些永远都不退潮流的，每个人都拥有很多条，不止一条，三卡拉，这个1380，14K， 那这个就。1100 18K 三卡拉，1100，这也是 18K 三卡拉，1100，本来是1200的，现在1100三卡拉 18K。 这个还有几串是玫瑰金，1650玫瑰金，4.46卡拉玫瑰金啊，然后这个是玫瑰金，10.5克，3150，6.54卡拉，每个人买到了都很满意的。这个2830，6.6卡拉。我们货是很多的，这个15卡拉才7800，14K 都是 tennis bracelet， 因为有人说去游轮看到 tennis bracelet， 我说游轮上的 tennis bracelet 最少比我们贵4倍，也不是3倍，最少是4倍。这个是8.01卡拉， 10K 3300，所以选择很多，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选择吧。都是很多选择，就是你有诚意，这里肯定有适合你的了。Okay？ 有诚意的话，肯定有一条是能满足你的。哇，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有兴趣的朋友们赶紧加微信了。